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八，明法品第十八。尔时，精进慧菩萨博法会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初发求一切智心，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巨大庄严，生一切智乘，入菩萨正位，舍诸世间法，得佛出世法，去来现在诸佛摄受，决定至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彼诸菩萨于佛教中云何修习，令诸如来皆生欢喜，入诸菩萨所住之处，一切大行皆得清净，所有大愿悉时满足。获诸菩萨广大之藏，随所应化常为说法，而恒不舍波罗蜜行，所念众生咸令得度，少三宝种始不断绝，善根方便皆悉不虚。佛子，彼诸菩萨以何方便能令此法当得圆满，愿垂安悯为我宣说，此诸大会弥不乐闻。复次，如诸菩萨摩诃萨常勤修习，灭除一切无明黑暗，降伏魔怨，治诸外道，永敌一切烦恼心垢，悉能成就一切善根，永出一切恶趣诸难，净治一切大智境界，成就一切菩萨诸地诸波罗蜜，总持三昧六通三明四无所谓清净功德，庄严一切诸佛国土，及诸相好身与心行成就满足，善知一切诸佛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一切智智所行境界，为欲成熟一切众生，随其心乐而取佛土，随根随时如应说法，种种无量广大佛事，及于无量诸功德法诸行诸道及诸境界，皆悉圆满，及与如来功德平等，于诸如来应正等觉百千阿僧祇劫修菩萨行时所及法藏，悉能守护，开示演说诸魔外道，无能举坏，摄持正法，无有穷尽，于一切世界演说法时，天王、龙王、夜叉王、乾闼婆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喉罗伽王、人王、梵王、如来法王，皆悉守护，一切世间恭敬供养，同冠其顶，常为诸佛之所护念，一切菩萨亦皆爱敬，得善根力，增长白法，开眼如来甚深法藏，摄持正法以自庄严，一切菩萨所行次第，愿皆演说。尔时，精进慧菩萨欲重宣其意，而说颂言：大明称者善能演，菩萨所成功德法，深入无边广大行，具足清净无失智。若有菩萨初发心，成就福德智慧乘，入离生位超世间，普获正等菩提法，彼复云何佛教中坚固勤修转增胜，令诸如来悉欢喜，佛所住地速当入，所行清净愿皆满，即得广大智慧藏，常能说法度众生，而心无依无所着，菩萨一切波罗蜜，
悉善修行无缺减，所念众生咸救度，常持佛种始不绝，所作坚固不唐捐，一切功成得出离，如诸圣者所修行，彼清净道愿宣说，永破一切无明暗，降伏众魔及外道，所有垢秽悉涤除，得尽如来大智慧，永离恶趣诸险难，净智大智殊胜境，或妙道力临上尊，一切功德皆成就，正得如来最胜智，住于无量诸国土，随众生心而说法，即作广大诸佛事，云何而得诸妙道，开眼如来正法藏，常能受持诸佛法，无能超胜无余等，云何无畏如狮子，所行清净如满月，云何修习佛功德，犹如莲花不着水。尔时法会菩萨告精进会菩萨言，善哉佛子，汝今为欲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多所惠利，哀悯世间诸天及人，问于如是菩萨所修清净之行。佛子，汝住十法，发大精进，增长不退，以得解脱，能作是问，同于如来，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今成佛威神之力，唯汝于中说其少分。佛子，菩萨摩诃萨已发一切智心，应离痴暗，精勤守护，无令放逸。佛子，菩萨摩诃萨住十种法，名不放逸，何者为十？一者护持众戒，二者远离愚痴，净菩提心，三者心乐止直，离诸谄狂，四者勤修善根，无有退转，五者恒善思维，自所发心，六者不乐亲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七者修诸善业而不愿求世间果报，八者永离二乘，行菩萨道，九者乐修众善，令不断绝，十者恒善观察，自相续力。佛子，若诸菩萨行此十法，是则名为住不放逸。佛子，菩萨摩诃萨住不放逸，得十种清净，何者为十？一者如说而行，二者念智成就，三者住于身定，不沉不举，四者乐求佛法，无有懈息，五者随所闻法如理观察，具足出生巧妙智慧，六者入身禅定，得佛神通，七者其心平等，无有高下，八者于诸众生上中下类心无障碍，犹如大地等作利益，九者若见众生乃至一发菩提之心，尊重成事，犹如和尚，十者于受戒和尚及阿舍离一切菩萨诸善知识法师之所常生尊重，成事供养。佛子，是名菩萨住不放逸十种清净。佛子，菩萨摩诃萨住不放逸发大精进，起于正念，生胜欲乐，所行不息，于一切法心无依处，于甚深法能勤修习，入无正门，增广大心，佛法无边，
能顺了之，令诸如来皆悉欢喜。佛子，菩萨摩诃萨富有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何等为十？一者，精进不退；二者，不惜生命；三者，于诸利养无有希求；四者，知一切法皆如虚空；五者，善能观察，普入法界；六者，知诸法印，心无依着；七者，常发大愿；八者，成就清净忍智光明；九者，观自善法，心无增减；十者，依无作门，修诸净行。佛子，是为菩萨住十种法，能令一切如来欢喜。佛子，复有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何者为十？所谓安住不放逸，安住无生忍，安住大慈，安住大悲，安住满足诸波罗蜜，安住诸行，安住大愿，安住巧方便，安住勇猛力，安住智慧，观一切法皆无所住，犹如虚空。佛子，若诸菩萨住此十法，能令一切诸佛欢喜。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何等为十？一者，善巧圆满福智二行；二者，能大庄严波罗蜜道；三者，智慧明达不随他语；四者，成事善友恒不舍离；五者，常行精进无有懈怠；六者，善能安住如来神力；七者，修诸善根不生疲倦；八者，身心立志以大乘法而自庄严；九者，于地地法门心无所住；十者，于三世佛善根方便同一体性。佛子，此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复次，佛子，诸菩萨出住地时，应善观察，随其所有一切法门，随其所有甚深智慧，随所修因，随所得果，随其境界，随其利用，随其示现，随其分别，随其所得，悉善观察，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着。如是知矣，入菩萨地，能善安住。佛子，彼诸菩萨作是思维，我等宜应速入诸地，何以故？我等若于地地中住，成就如是广大功德，具功德已，见入佛地，住佛地已，能作无边广大佛事，是故宜应常勤修习，无有休息，无有疲厌，以大功德而自庄严入菩萨地。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所行清净，何等为十？一者，悉舍资财，满众生意；二者，持戒清净，无所毁犯；三者，柔和忍辱，无有穷尽；四者，勤修诸行，永不退转；五者，以正念力，心无迷乱；六者，分别了知无量诸法；七者，修一切行而无所着；八者，其心不动，犹如山王；九者，广度众生，犹如桥梁；十者，知一切众生与诸如来同一体性。佛子，
视为实法，令诸菩萨所行清净。菩萨既得行清净矣，复获十种增胜法，何等为十？一者，他方诸佛皆悉护念；二者，善根增胜超诸等列；三者，善能领受佛加持力；四者，常得善人为所依护；五者，安住精进恒不放逸；六者，知一切法平等无异；七者，心恒安住无上大悲；八者，如实观法出生妙慧；九者，能善修行巧妙方便；十者，能知如来方便之力。佛子，是为菩萨十种增胜法。佛子，菩萨有十种清净愿，何等为十？一愿成熟众生无有疲倦；二愿具行众善净诸世界；三愿成事如来长生尊重；四愿护持正法不惜屈命；五愿以智观察入诸佛土；六愿与诸菩萨同一体性；七愿入如来门了一切法；八愿见者生信无不获益；九愿神力注视尽未来劫；十愿具普贤行净智一切种智之门。佛子，是为菩萨十种清净愿。佛子，菩萨住十种法，令诸大愿皆得圆满，何等为十？一者，心无疲厌；二者，巨大庄严；三者，念诸菩萨殊胜愿力；四者，闻诸佛土悉愿往生；五者，身心长久尽未来劫；六者，愿悉成就一切众生；七者，住一切劫不以为劳；八者，受一切苦不生厌离；九者，于一切乐心无贪着；十者，常勤守护无上法门。佛子，菩萨满足如是愿时，即得十种无尽藏，何等为十？所谓普见诸佛无尽藏，总持不忘无尽藏，觉了诸法无尽藏，大悲救护无尽藏，种种三昧无尽藏，满众生心广大福德无尽藏，演一切法甚深智慧无尽藏，报得神通无尽藏，住无量劫无尽藏，入无边世界无尽藏。佛子，是为菩萨十无尽藏。菩萨得是十种藏矣，福德具足，智慧清净，于诸众生随其所应而为说法。佛子，菩萨云何于诸众生随其所应而为说法？所谓知其所作，知其因缘，知其心行，知其欲乐。贪欲多者为说不净，嗔恚多者为说大慈，愚痴多者交勤观察，三毒等者为说成就圣智法门，乐生死者为说三苦，若着处所说处空寂，心懈怠者说大精进，怀我慢者说法平等，多谄狂者为说菩萨，其心止直乐寂静者广为说法，令其成就。菩萨如是随其所应而为说法，为说法时闻香莲属亦无喘谬，观法先后以智分别，是非审定不为法印，
四谛建立，无边行门，令诸众生断一切疑，善知诸根，入如来教，正真实际，知法平等，断诸法碍，除一切执，常念诸佛，心无暂舍，了知因生，体性平等，于诸言说，心无所着，巧说譬喻，无相违反，悉令得悟一切诸佛随应普现平等至身。菩萨如是为诸众生而演说法，则自修习，增长毅力，不舍诸度，具足庄严波罗蜜道。是时，菩萨为令众生心满足故，内外悉舍而无所着，是则能净谈波罗蜜，具持众戒而无所着，永离我慢，是则能净施波罗蜜，悉能忍受一切诸恶，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无有动摇。譬如大地能持一切，是则能净忍波罗蜜，普发众业常修弥懈，诸有所作恒不退转，勇猛势力无能制服，于诸功德不取不舍，而能满足一切智门，是则能净精进波罗蜜，于五欲境无所贪着，诸次第定悉能成就，常正思维不住不出，而能消灭一切烦恼，出生无量诸三昧门，成就无边大神通力，逆顺次第入诸三昧，于一三昧门入无边三昧门，悉知一切三昧境界，于一切三昧三摩钵底智印不相违背，能速入于一切智地，是则能净禅波罗蜜，于诸佛所闻法受持，尽善知识成事不倦，常乐闻法心无厌足，随所听受如理思维，入真三昧离诸僻见，善观诸法得实相应，了知如来无功用道，成普门慧，入于一切智智之门，永得修习，是则能净般若波罗蜜，示现一切世间作业，教化众生而不厌倦，随其心乐而为现身，一切所行皆无染着，或现凡夫，或现圣人所行之行，或现生死，或现涅槃，善能观察一切所作，示现一切诸庄严事而不贪着，便入诸趣度脱众生，是则能净方便波罗蜜，尽成就一切众生，尽庄严一切世界，尽供养一切诸佛，尽通达无障碍法，尽修行变法界行，身恒住尽未来劫智，尽知一切心念，尽觉悟流转还灭，尽示现一切国土，尽证得如来智慧，是则能净愿波罗蜜，具身心力无有杂染故，具身信力无能摧伏故，具大悲力不生疲厌故，具大慈力所行平等故，具总持力能以方便持一切义故，具辩才力令一切众生欢喜满足故，具波罗蜜力庄严大乘故，具大愿力永不断绝故，具神通力出生无量故，具加持力令信解领受故，是则能净力波罗蜜，知贪欲行者，知嗔恚行者，知愚痴行者，知等分行者，
知修学地行者，一念中知无边众生行，知无边众生心，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普觉悟法界门，是则能净智波罗蜜。佛子，菩萨如是清净诸波罗蜜时，圆满诸波罗蜜时，不舍诸波罗蜜时，住大庄严菩萨乘中，随其所念，一切众生皆为说法，令增净业而得度脱，堕恶道者教使发心，在难中者令勤精进，多贪众生是无贪法，多嗔众生令行平等，着见众生为说缘起，欲界众生教离欲会恶不善法，色界众生为其宣说毗婆舍那，无色界众生为其宣说微妙智慧，二乘之人教寂静行，乐大乘者为说实力广大庄严，如其往昔出发心时，见无量众生堕诸恶道，大狮子吼作如是言，我当以种种法门随其所应而度脱之。菩萨具足如是智慧，广能度脱一切众生。佛子，菩萨具足如是智慧，令三宝种永不断绝。所以者何？菩萨摩诃萨教诸众生发菩提心，是故能令佛种不断，常为众生开阐法藏，是故能令法种不断，善持教法无所乖违，是故能令僧种不断。复次，悉能称赞一切大愿，是故能令佛种不断，分别演说因缘之门，是故能令法种不断，常勤修习六合净法，是故能令僧种不断。复次，于众生田中下佛种子，是故能令佛种不断，护持正法不惜生命，是故能令法种不断，同理大众无有疲倦，是故能令僧种不断。复次，于去来今佛所说之法，所至之戒，皆悉奉持，心不舍离，是故能令佛法僧种永不断绝。菩萨如是少龙三宝，一切所行无有过失，随有所作皆以回向一切智门，是故三业皆无瑕玷，无瑕玷故所作众善，所行诸行，教化众生，随应说法，乃至一念无有错谬，皆与方便智慧相应，悉以向于一切智智，无空过者。菩萨如是修习善法，念念具足十种庄严，何者为十？所谓身庄严，随诸众生所应调伏而为示现故，语庄严断一切疑，皆令欢喜故，心庄严于一念中入诸三昧故，佛刹庄严一切清净离诸烦恼故，光明庄严放无边光普照众生故，众会庄严普摄众会皆令欢喜故，神通庄严随众生心自在示现故，正教庄严能摄一切聪慧人故，涅槃地庄严于一处成道，周遍十方悉无余故，巧说庄严随处随时随其根器为说法故，菩萨成就如是庄严，于念念中身与意业皆无空过，悉以回向一切智门，若有众生见此菩萨，当知亦复无空过者，
以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若闻名，若供养，若同住，若意念，若随出家，若闻说法，若随喜善根，若摇声清净，乃至称扬赞叹名字，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子，譬如有药，名为善见，众生见者，中毒悉除。菩萨如是成就此法，众生若见，诸烦恼毒皆得除灭，善法增长。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法中，勤加修习，以智慧明灭诸痴暗，以慈悲力摧伏魔君，以大智慧及福德力治诸外道，以金刚定灭除一切心垢烦恼，以精进力及诸善根，以净佛土诸善根力，远离一切恶道诸难，以无所着力净智境界，以方便智慧力出生一切菩萨诸地诸波罗蜜及诸三昧六通三明四无所谓悉令清净，以一切善法力盛满一切诸佛净土，无边相好身，与极心具足庄严，以智自在观察力知一切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悉皆平等，以广大智慧力了知一切智智境界，以往昔誓愿力随所应化，现佛国土，转大法轮，度脱无量无边众生。佛子，菩萨摩诃萨勤修此法，次第成就诸菩萨行，乃至得与诸佛平等，于无边世界中为大法师，护持正法，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守护受持广大法藏，或无碍变深入法门，于无边世界大众之中随类不同，普现其身，色相具足，最胜无比，以无碍变巧说身法，其因圆满善巧分布故，能令闻者入于无尽智慧之门，知诸众生心行烦恼而为说法，所出言音具足清净故，一音演唱能令一切皆生欢喜，其身端正有大威力故，处于众会无能过者，善知众心故，能普现身，善巧说法故，因生无碍，得心自在故，巧说大法无能举坏，得无所畏故，心无怯弱，于法自在故，无能过者，于智自在故，无能胜者，般若波罗蜜自在故，所说法相不相违背，辩才自在故，随乐说法相续不断，陀罗尼自在故，决定开示诸法实相，辩才自在故，随所演说能开种种譬喻之门，大悲自在故，勤毁众生心无懈息，大慈自在故，放光明网悦可众心，菩萨如是处于高广狮子之座演说大法，唯除如来及圣愿智诸大菩萨，其余众生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无应夺者，欲以难问令其退屈，无有是处。佛子，菩萨摩诃萨得如是自在利益，假使有不可说世界量广大道场满中众生，一一众生威德色相皆如三千大千世界主，菩萨于此才现其身，悉能应蔽如是大众，以大慈悲安其怯弱，以深智慧察其欲乐，
以无畏辩为其说法，能令一切皆生欢喜，何以故？佛子，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智慧轮故，成就无量巧分别故，成就广大正念力故，成就无尽善巧慧故，成就绝了诸法实相陀罗尼故，成就无边际菩提心故，成就无错谬妙辩才故，成就得一切佛加持深信解故，成就普入三世诸佛众会道场智慧力故，成就知三世诸佛同一体性清净心故，成就三世一切如来智一切菩萨大愿智能作大法师开阐诸佛正法藏及护持故。尔时法会菩萨欲重宣其意，成佛神力而说颂言：心住菩提极众福，常不放逸直坚慧，正念其意恒不忘，十方诸佛皆欢喜，念欲坚固自勤力，于是无依无退怯，以无正行入身法，十方诸佛皆欢喜，佛欢喜以兼精进，修行福至助道法，入于诸地敬众行，满足如来所说愿，如是而修或妙法，既得法以施群生，随其心乐及根性，悉顺其宜为开眼，菩萨为他演说法，不舍自己诸度行，波罗蜜道既已成，常于有海济群生，昼夜勤修无懈倦，令三宝种不断绝，所行一切白净法，悉已回向如来地，菩萨所修众善行，普为成就诸群生，令其破案灭烦恼，降伏魔君成正觉，如是修行得佛智，深入如来正法藏，为大法师演妙法，譬如甘露悉沾洒，慈悲哀悯遍一切，众生心行迷不知，如其所乐为开阐，无量无边诸佛法，尽止安徐如象王，勇猛无畏犹狮子，不动如山至如海，亦如大雨除众热。时法会菩萨说此颂已，如来欢喜，大众奉行。菩提树下不动而生，天王地势远相迎，复作已圆成，绝地扬声，万象悉皆听。